国王号。市长委提十二号装办掉的车长现身伫林德保安车站，因为有这蒸汽火车之王的称号的这 DT 六六八的国王号，将对这来这起行一路来向北。市府来举办着坐火车坐骑的活动 ，DT 六六八的蒸汽火车国王号码再度来启航。市长王伟表示讲，顶一回国王号来到台南已经是两冬前，再次来举办着蒸汽火车节活动，希望会当全力行销地方观光。而看到林雕满满满的很健康活动真成功。就看这个国王号蒸汽车头了哈，把9:40要出发，但是市长不要讲太多，但是很欢迎各位。这个我们已经暌违两年了哈，上次国王号来台南是两年前，我们希望今天大家来把握机会哦，我们每一个站点停的站点都有公布在网站上啊，文化局的网站啊，所以说欢迎大家啊，如果说不管在哪一个站点要一目睹哈，一睹国王号的风采的，都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人很多啊，到下一个站点哈，或者在其他的站点都很欢迎。那一共和再多来客行，起码就上千位民众到场，把这个月台客甲甜甜甜。大家就是要来小镇看到国王号的风采。而市府嘛，伫这车站安排表演节目，和整个客行是热闹滚滚。今天新闻台以上连接采访报道。